家人生四项重要的事情，分享出去会有什么收获？ Our house is affected by our thinking. So if we think positive, we will have better health. So, Danny, my friends, because maybe one of my friends can help you with your kidneys. Thank you.不论是先天只有一颗肾脏的丹尼老师，或者已经出现暖化危机的地球，拥有了爱就有希望。所以我深刻的感受得到，当我要分享一个我最重要的东西给我的同事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最适合他的东西，我送给他，而且我不会难过，我也不觉得我失去了什么，反而我很替他开心，因为他即将能够拥有我的那一份幸福。快乐的泉源在于付出。达拉斯大爱幼儿园教师亲自体会这样的感觉，就能够在教学上将慈济精神传送给学生。大爱新闻吴怡萱美国报道。